个山洞，这边还有两个 QQ， 鸡蛋大的 QQ。彩瑞起死复生，粉丝宝宝们，拜拜。我们终于走出这个山洞了，这个山洞我们成功驯服了两只老虎，我们再上来看看。这个是什么？是蜜雪。快点我们找到安全区了，这是安全区的直升机，走吧，我们上车。走。摄影师，快点。要出去吗？啊！摄影师，快点，我们发现了一个洞窟，快进去瞧一瞧。进去。摄影师要跟着进哦。哦，你看，这边是作战海报，海报的食堂。提早落后，是还用来做成衣服。穿在身上，我要吃呀！摄影师，晚一点肉，切记不可以生吃哦。要吃，打开火，摄影师吃一点。来吃啊，吃啊！开火！哈哈哈哈哈！我现在变完了。他们在拍《飞爷生存记》。摄影师，我是摄影师。我也是很冷啊。我手很冷。仙爷什么样？完成挑战了，我们接下来要逃出这片雪地。你呀，哎呀，绕，他叫我爷，这边有一只熊，我们要悄悄的避开它。有人在拍照啊！我们现在遇到了暴风雪，我们继续找一个洞窟躲起来。哪里？里面，下面。摄影师进不了那个。我们已经成功找到了一个洞窟，我们也起好了火，我们接下来在这里
夜晚，明天我们就整装待发。我很冷。好，上这边雪林。再见了。OK OK 好了。Okay.誰だって可愛い